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 엘저입니다. 이미 벌써 차이점을 뭐예요? 오늘은 같이 배워볼까요? 시작! 今天的单字比一比我们要来讲的是이미跟벌써这两个字翻成中文都叫做已经但是语感上的差异是什么呢？ 이미这个字呢它的语感是过去带有一种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的感觉也就是说这个状况已经发生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做改变。 벌써 这个字呢它的语感是现在通常是指预料之外或是比你自己预期还要早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对于这件事情的评价呢不一定是否定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例子 기차는 이미 출발했어요 기차는 벌써 출발했어요 这两句话的中文意思都是火车已经出发了第一个句子用이미呢它的语感呈现出来就是火车已经出发了是不会再开回来等你的第二个句子用벌써的感觉比较像是火车怎么已经出发了比我预料的还要早也不等等我这样子第二组句子 콘서트는 이미 끝났어요 콘서트는 벌써 끝났어요 这两句话的中文意思都是演唱会已经结束了 第一个句子用이미的感觉呢就是这个演唱会已经结束了是不会为了你重新再开始的第二个句子用벌써的语感就比较像是演唱会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最后呢我们要用一个简短的对话来告诉大家 이미跟벌써的差别 지금 몇 시예요? 9시예요 헐! 벌써 9시예요? 아 망했어요 수업이 늦었어요 네 이미 늦었어요 我们来看벌써9시예요这句话它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已经9点了这个时候的语感的状态是你没有意料到现在已经9点了这件事情是在你的预料之外所以你会用벌써那最后一个句子说네이미늦었어요对已经迟到了这个时候的语感就是这件事情它就是已经发生了没办法挽回了你已经迟到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이미跟벌써的比较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看的单字比较呢，一样是在底下留言，我会尽量把它做出来。 오늘의 영상은 여기까지. 좋아요, 구독, 알림 부탁드리고요. 다음 영상에서 또 만나요. 안녕.